大家好，最近那个心结不是就是有点贫血嘛，然后最近都买那个猪肝回来吃，然后这段时间他一直在吃那个猪肝，我都有点吃腻了，已经吃了好几天了。然后今天晚上我就是想改一下这个口味吧，然后自己来炒一下那个鱼，因为前两天在那河边钓了很多那个重鳟鱼啊，就一直都放在冰箱里面。是蛮牛啊，新牛啊，应该是蛮牛，肯定是蛮牛的。做这个很简单的，把辣椒炒了之后呢，再加入一点点水，加吧，然后把它煮开，煮开之后咱们就直接把这个鱼给放进去，然后一起煮一下，煮熟就 OK 了。看现在水开了，就把鱼给倒进去吧，那水不会有点多了呀。吃饭，不要看手机了，不能看手机了，吃饭不能看手机了，吃鱼哦，看这个鱼肉质这么厚，要不要吃鱼宝宝？我想吃鱼了，但是有一些小小的刺，那个鱼大人吃了还好，小孩吃多就有点不行。你要看刺，你吃的时候你要学会看刺哦。你吃饭，外婆打电话过来了。给外婆说话，外婆，你吃饭了吗？睡了再通了，想睡了再通。